世界经济依旧稳中向好。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： 2077年6月4日，美国当地时间上午11点，反动军依旧在洛杉矶附近顽固抵抗。我们的世界政府军依旧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，士兵们正在对美国进行最后的围剿。本台之后会继续追踪，希望能尽早解放全世界的人民。唉。 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必须再加1天班，最后10个回家的员工，每人会奖励20点信用分哦。希望大家再接再厉。哎 ，Wojak， 你今天迟到了，小心被扣分哦。无所谓啦，反正也没多少分，让他们扣呗。这样不好吧？你还是小心一点，你信用分低于50就不能坐公交回家了，你还是要当心一点。就是啊，我哥就是信用分太低，不能坐公交，不能买东西，现在几乎生活不能自理。我们都劝他要传播正能量，但是他就是不听啊！哎呀，真的愁死我了。 你们不用担心我了，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有监控，我们都是光着身子暴露在政府面前。我就算在镜头面前说反动言论，他们也是能篡改成他们想要的。我靠 ，Wojak， 你说话小心一点啊！这里公司的摄像头很多啊。负能量言论被检测，信用减10，当前信用分48，你将失去坐公交的权利，请传播社会正能量。我操，不是吧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这都要给我扣分吗？ 哇，已经晚上10点了，大家都不回家吗？现在回家应该不会被扣分吧？溜了溜了。抱歉，您的信用分不足50，无法乘坐公交车，请努力传递社会正能量。喂，你小子在玩我是吧？信用分不够你自己不知道哦，妈的浪费我时间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刚扣的分我忘记了，我多出点钱可以吗？穷鬼滚远点啊，别他妈影响我的信用分好吗？我靠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，今天只能走回家了。哎，朋友，先别走，想看点高级货吗？你这里有些什么呢？ 我这边有一些老电影都是不让看的，你要么跟我过来，我们先避开这边的摄像头，到桥洞里面看看吧。行，走吧。大哥啊，你干这行多久了？很危险的吧？那肯定危险啊，但是社会上还是有人想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几个信用过万的，他们也经常来我这边拿货。怎么可能啊？他们在社会应该已经无所不能了吧？是啊，但是大家还是向往曾经的那个世界啊。 哎，不说了，来看一下我的藏品吧。我操，老板，这些可都是超级禁片啊！你不要命啦！哎，没办法，我信用太低了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摆摊做这个了。我推荐你看一只土拨鼠的视频，虽然挺冷门的，但是还挺好玩。行，那就拿这个吧，帮我包在黑色塑料袋里。请立刻停下。 我已经识别到你们的身份，请在原地等待审查官的审查。我操，完了！哎，Wojak，今天怎么了？一脸的死样，昨晚没有睡好吗？我看你很早就回家了呀。哎，别说了，昨天晚上我被扣了40点信用分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那么你信用分快变成0了吧？到0可是要被抓到64区再教育的。我劝你这几天还是乖一点，不然进去就真的麻烦了。 是啊，我们兄弟几个先给你5个信用，以防万一吧。我们也真的给不了你更多了，因为家里孩子要上学啊，必须要有200个信用分才行。不用了，你们留着吧。这个傻逼政策我是真的受不了了，操！哦，Wojak，你说话小心一点，这里有摄像头啊。各位员工请注意，工厂发现暴徒言论，请所有工人待在原地等待审查，私自潜逃将被严惩。完了，Wojak，我们都救不了你了。发现目标反贼，正在进行控制。 我靠，头好痛啊！这里又是哪里？你小子终于醒了！你现在在监狱。上级说你昨天还在购买非法影视作品，今天还要散布反动言论，罪加1等。我靠，你们是真的有病啊！我就买了几部片子，说了几句话。我劝你现在少说话，不然今晚有你好看。我操，你给我注射的什么？我靠，我现在又是在哪里？哎呀，看来老李又救了一个年轻人啊！什么？我不是被抓了吗？我这是要被寻衅逼供了吗？你何止被逼供啊！本来监狱都要对你进行额叶摘除术了，让你变成行尸走肉，但老李给你注射了他发明的特制镇定剂，才让你能蒙混过关。他可是救了你一命的恩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都是被他救下来的人。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监狱了，欢迎啊，年轻人！我操，这又是什么狗血剧情？ 你不用太拘束啊，我们都是所谓的反动派，连典狱长和看守也是，只是典狱长平时还要装出对世界政府忠诚的样子。是啊，这里也不用戴那张弱智的笑脸面具了，你摆一张臭脸也不会被扣信用分。平时只要上级督察巡视的时候乖一点就行了。你小子看着挺年轻的啊，犯了什么事啊？我就是买了一些反动的电影，说了几句反动的话呗，这种生活我也是受够了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命保住了就好。今晚我们这边正好有秘密活动，你想过来的话就来听听吧。啊，什么活动啊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各位，今天晚上10点，典狱长会帮我们逃出这里。美国的自由军还在顽强的抵抗，我们能聚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信仰，一样的力量。希望大家能够获得自由。 我操，不是啊！我刚来这里就要越狱吗？你是新来的，叫 Warjack 对吗？我们只是觉得应该给你知道这次活动的机会。我们已经密谋了半年了，你不想加入，现在就可以回你的牢房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都在监狱待傻了吗？监狱门口的机械狗和无人机密度极高，我们就算逃了出去之后要怎么躲开呢 ？Warjack 是这样的，我是曾经的硅谷高级工程师。 我也是因为非法翻墙，看了自由军的视频被抓到这里的。院长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老式的 Win10电脑，我用那台电脑就能黑进他们的系统，无人机和机械狗到时候都会失效。但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系统被入侵。可是这也是很扯啊，我们手无寸铁，这样跑出去不也是在送死吗？Wojak，我们可不是手无寸铁哦，我们到时候可是全副武装啊。我们这次的秘密活动是典狱长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的。 狱长去年他查出了不治之症，一直和我们说不希望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虽然逃出去也是9死1生，但总比一直困在这个破地方要好吧？没错，年轻人，加入我们吧！我一会儿会把枪械室给大家开放，里面会有一些防弹背心和一些信号干扰器。用信号干扰器对准机械狗和无人机，他们就会被强脉冲震晕。但是遇到特警，你们还是要保重啊！我们的装备真的比不过他们。这也太扯了吧！看着也不像开玩笑啊！ 反正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差了。行，我加入，为了自由，为了自由。世界政府已经将暴徒全部绳之以法，前方记者将对其中之一的暴徒 Wojak 进行独家采访。让我们看看这次是不是又是邪恶美国余孽的阴谋。现在我们连接到现场。你好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越狱？是不是受到邪恶的美国反动派的指使？没你的指使，我们就是为了自由。小王啊，快点把他的对话修改掉，我们等会儿要用他的言论做宣传。好的，领导，交给我吧。 是，我是接受了邪恶美国的指使，我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才会做出这种事。希望全国的人民可以原谅我。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，所以万恶的美帝才会走向消亡，人类最终会变成命运共同体。让我们一起为伟大的世界政府鼓掌，为我们人类的命运鼓掌。鼓掌不积极，信用分减时请积极鼓掌。积极鼓掌。 我操！我的信用被扣了10，我女儿明天又不能上学了。现在难道不鼓掌都要扣分了吗？就是啊，真当我们不懂吗？这些台词不都是已经篡改好的吗？就是啊，我女儿才3岁，也被扣了信用分，太过分了！她那么小，懂什么？都当我们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希望，但我相信，如果所有人都能站出来，我们的孩子就还有希望。 大家不想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吗？去他妈的面具，去他妈的信用分！各位不要激动，有美国反动势力混在人群中，大家不要被带节奏。现在立即戒严，赶快回家，不回家的都会被抓捕。信用分清零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去你妈的信用分清零！对啊，你们警察没有孩子吗？你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过着这种生活吗？ Jack 先生，醒醒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也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怕影响孩子的未来，不得已只能对你下重手。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现在把你放了。